天气变冷，我们今天就带您来品尝热乎乎的火锅。高雄这家吃到饱的火锅店，不止食材很丰富，还标榜吃了之后女生皮肤会水当当。这是用鸡爪跟鸡骨熬制而成的胶原蛋白锅，让爱美的女性朋友都趋之若鹜。咕噜满满一整锅的蔬菜或者高汤不断冒出香气，可别小看这一锅，这汤头可是有浓浓的胶原蛋白。主要是以鸡骨头，然后跟鸡爪萃取它的胶原蛋白，然后做成冻状，然后客人在使用的话，就是可以直接加到汤里面。不但汤头讲究，连肉片也是现点现切。牛肉、猪肉、羊肉要什么有什么，新鲜又卫生，放进汤里清涮几下，口感滑顺又软嫩。还有高级的海鲜，竹蛤、鲨鱼皮、鳗波鱼、鲈鱼肉加进锅里，滋味更鲜甜。我觉得很好吃，还有那个象拔蚌，就那种都蛮特别的，蛮好吃的。第一个，它的汤头不错；第二个，它的菜色很丰富，比一般我们在外面吃的要好。另外还有肉骨茶火锅，以十几种中药熬制24小时而成，搭配丰富的菜色，不但让你吃到饱，还能让你吃得健康又养颜。